近，是不是我就在你我身旁？真的我们来看看。他们有牛吗？打个牛。对啊，我记得是有。爆炸声啊！我直接手都不拿你一个花。好，谢谢你。哦，你不要跟巧克力说，我绝对不会跟他讲，我会把这个花当作传家之宝。哇，杰克死了，好烦哦，那个讯息。哎呦，有鸡耶，对啊。他绝对不会生蛋啊，全部都公鸡。这世界都是公鸡啊。对啊，这世界就只有公鸡。鸡太难生蛋。都没有蛋啊。哇，有一只狗在吃羊啊。哇哇哇，反巴林博士又要赢了。反巴林博士要赢了，反巴林。BOSS 啊。BOSS 啊。反巴林要赢了，反巴林要赢了。BOSS 啊。BOSS 啊。哎啊那个。砖头五郎的弄不？哇！你来弄，你来弄，仙人掌绿啦，仙人掌绿啊，仙人掌绿啊！你们弄啦，我也去弄，我也去弄，来。好利用，我输啊！白痴哦，这一台就乖了吧？不要！然后还等鸡蛋哈？哎呦！没有哎，我要死了！还是我等鸡蛋？你等。这么说，哇！我不知道我拿了什么，对，但是我死了，嘿。啊，我拿到种子了，好好好，好猛啊！什么种子？哦，南瓜种子哦，拿到种子了。种子，养下去啊！对啊，刚才给你们看那个很小的蘑菇地，挺小，一小格。那我们可以下班了吗？你要，你都被找到了吧？你要下班了。哇！反霸凌，太猛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其实今天的运气王是你吧？对呀、啊，反霸凌博士，还有时间的约要在一场，怎么办？不要，已经包赛季了，包五，不要来包五嘞！还是你们要试试看那个二会不会累个啊？要死，二会有点太久哎、欸。对啊，有点太久了。感谢礼物。二的话，不然就不开锁定啊。不开锁定应该比较快吧？啊，被戏弄！哎、欸，鸡长大了，回来了，等你们回来。哦，鸡长大了，找到生。可是他的游戏还没结束。我刚才也是找到生该砖啊！哎、欸，我是应该是可以直接按那个吧？按上就是重整吧？重整啊！对啊，我直接重整了。感谢礼物，回来了。鸡长大了。对，鸡长大了，鸡长大了。鸡长大了，生蛋哦，又下蛋了哦。大家说不会想生蛋啊？公鸡呀，哎呀，好了，不然也只能试了，因为剩这一个时间。那你把那个锁定给它拿掉比较快，把它拿掉试试看吧。拿掉了，那就好，很可惜这个游戏没有随机分队，真的一个。所以才会有直接给个什么钻石戒，它这边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里有那个给哦，对，给那个物资箱。好啊，给什么箱？这个啊，然后我们可以里面先弄好，放要看要放什么。哦，那就给钻剑啦。开场钻剑吗？对啊，开场钻剑啊，钻剑钻稿比较有用哎，钻剑钻稿啊，好啊，钻剑钻稿啊，快速下去，马上被收走。没有钻斧，钻斧会直接左上角。对啊，不行，钻斧不行，就这样吧。啊，真的耶，钻剑我这边可以调啊。啊，可以调什么？你要钻剑是不是？没有，哦，不是，可以放下。这边有个箱子，还有个箱子，这里，嗯，哦，就自动预设这里面，等下都会有。对对哦。嘿嘿，好啦，抽签，抽签，快速长啊！凤鱼被盖掉了，不要了，你就盖掉就盖掉，别再凤鱼，秀秀被我打死了，秀秀需要重生，
而且以后就开一个分账下去，就不用更新地图，就不用更新地图，就不用一直 Q 了。好，那就影月先抽。啊，又是我乌贼，乌贼，乌贼，乌贼了，黄队，黄队，绿队，然后哈记，绿队，黄队，红队，蓝队，好。再来蓝队，我今天没办法跟狼儿啊，有啊有啊，你跟了两场了，是杰克是不是？好吧，是我吗？最后一个是红队，杰克红队、哦哦，好，嘿，啊，所以是哈记还没按绿队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嗯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好，那就这个没有锁定喽，就直接开始啦，好 ，say no go， 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刚也在想那个。哎、欸，我们地图有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现在显示不出来？哦，有了，有雪地、草地、石头山。好，这个要哪个比较快呢？对啊，我也在想知道哪个比较快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没有像都不好弄。嘿，都没有。杰克，你可以先用去用花瓶啊、嗯。有啦，有一条还蛮好用的。我去你说最右边吗？我看到有两个东西，我先去拿。那边是真的蛮好用的。用过，有找到我待会先去拿那个。OK，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还行，哎，嗯，身处的地方还可以，有用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可以，还没有下去看。哇，我要去抢嘞、嗯啊欸！等一下，狼儿，你看要不要先去弄那个蘑菇汤？好，我去弄其他的。阿基汤是我们的了，好，没有没有没有独占哦，没有独占，没有独占、哦，可恶！想说要速度嘛，要速度。四对独占应该也很快，嗯嗯，25×10来五球，没有啊，会会剩下那种很不好处理的，对啊，很不好处理的就会拖很久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想独占了。我快敲死一只墨鱼了。好好好，这一场应该没有要用墨鱼啊，是没有啦，还要打没有啦，哎呦，爽哦！这里是哪里啊？快那个，对对对，快快快，好好好好我快我快，附近没有什么东西，对嘿，然后我看到有相似墓地形，嘿，好好嘿，然后旁边还有什么？还有山墓，为什么你可以到？我们竟然可以到，跑步啊！好的，我们不行啊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不行哎，我们移动都是这样子啊，我操，怎样？那为什么不能跑？疯狂按空白键加跑，哦，是哦，跑加空白键可以往前挤一下，挤一下这样。好，我们旁边还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夸张，哎，你们的耶耶耶耶耶耶耶。干嘛烟火？为什么是啊？为什么会有烟火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对，翘翅。哦，飞行的那个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烟火那一格，好好笑、哦。咻咻咻咻！你们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干嘛？白痴！我掉地底了啦！你可以飞上来啊。他不会飞啊。哦，好。嗯。你会吗？笑了吧。看来不太会，还在努力用嘴巴飞。空白吗？看来我木头打不太下来。我看来我、哦、我也打不太下来。我现在在那个打了两个杰克，我现在掉弟弟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苗、哈，你飞不起来正常，因为现在很卡。嗯，我按空白都没用，好像也不太好哦。杰克，你可以丢木头下来吗？我不知道你在哪，而且现在卡住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嗯。哇塞，这里完全没有个地方可以往上哎、欸，好惨哦、喔！来啊，我找到东西了，快炸死我！啊，有了，好像顺了一点了。嗯，嗯好，我听到那爆炸声了。哎、欸，有我死了。来去。有啥？呀，这东西太害人了，我要把它拿掉。啊！哎、欸，不行，拿掉。不你一定要携带一个。哎、欸，结果刚刚那个放钻剑钻斧钻剑的那个也没 key 啊。哎呀，没 key。可能是开到另一个模式吧。哦，所以是后来又开到另一个模式盖掉了。嗯。嗯哦，有北极熊哎、欸！打他，有鱼。杀他有鱼。就伤害他。杀他。为了鱼。杀他有鱼。
嗯，快点鱼，哎、欸，这场要鱼耶、啊，那，拜拜喽，打他，结果就被北极熊反杀，有冇？对，人家被他反杀，呜呼，没事，可以杀熊。啊，这一场没有金苹果、哦，没有，你有，你是公鸡还是母鸡呀、啊？公公鸡抖啊，你可以抖一下吗？让我知道你是母鸡。狗狗鸡，母鸡抖。那你公鸡要怎样？你想怎么样？没有啊，就都想都母鸡要抖吗？怎么样？要怎么？你想没安诺？他可能会叫吧？有叫出声音有了那哦好，就叫抖音啊。哦，好好喔，好好好喔，好好喔喔。好不不，什么好红场啊？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好？哇哇哇！怎么了？哇哇！哎、欸，女王跟国王啊！天啊，不要啊！女王在干嘛？女王，女王跟反巴里博士，女王跟博士在一对，完蛋了。我现在在到处走而已，我找不到我的人生目标。你是不是就在发功啦？发功，他在发功。他通常说要到处乱走，就是在發功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这是一堆堆，不是我拿的。踢我，踢我，飞不起来啦！这超难飞，你可以先直接用那个火药戳一下，比较快。没有剪刀，我这是要鱼啊！对不起，想要剪刀干？哎、欸，你可能真的会死哦。好痛啊！真的很痛啊！狼儿，你附近有仙人掌吗？我现在跑图会不会很不一样？我在挖石头，我在挖石头。对，好，那你等一下顺便打一下。我记得附近有，所以我刚才说翘翅好像不太好，跑图就嗯啊！哇！苗哈加油！好。你再不下蛋，我把你蛋蛋割掉哦！哇，哎、欸，害羞、哦，直接割蛋蛋喽！哇，凶巴巴！哎呦，好朋友！我拿团团来示范给你看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去拿杰克啦！他没有了。哦，杰克已经发挥。哇，注意一点！哇塞，哇塞！哇塞！哎、欸，我刚哇，竟然是饼干做出来了、哦！哇，你们居然做饼干哦，这么厉害！要夸张哦，就刚好要夸张，要夸张哦，夸张，夸张，夸张哦！我死翘翘了啦！我不要死啊、哦、！OK，OK， 哎，蓝队听牌的啦。哇我飞不起来啊！我听到女巫啊！我飞起来了！哎、我决定跑图来阻止你们啦、啊！居然吗？不要浪费格是不是啊？居然是这样。内格的力量，内格之术，内格之术。我怎么飞不起来？就内格啊，难飞，超难飞的，难飞。啊，我知道在水里面比较好飞。对，水里是比较好。对，因为所以只要放就冲起来，很好飞。哎、欸，哦，在这里。哦，我们铁，我们改天来举办等鸡蛋大赛，好不好？结束了。哎呀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喜欢这个差事。右边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这差事。我们真的很幸运啊，附近刚好地形都是这几个东西，刚好都中。对，刚好都玩。哇，喜欢，不喜欢。我们这我刚刚回来捡到一颗鸡蛋，哦、嗯，就这只鸡生的。哇，所以看来那只鸡是少数的母鸡，真的。真的。没来的。那叫我做书，做书没有用。嗯、好啦，今天 Bingo 就到这边。我们今天成功蛋出了，蛋出了又是蛋的吗？蛋出了，蛋出了一个反霸凌博士影乐、yes ，哇，而且还是连两场哎、欸，超猛哎、欸，真的是很厉害、欸，真的觉得很厉害。我好难过、哦。
好啦，那就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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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。You， 好。哎，我的聊天室嘞。啊、我的聊天室真的是故障、欸、我现在的聊天室画面是在9:10欸。好啦，感谢收看啦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不对啊，等不到机欸。好啦，拜咯，感谢各位。